有车工真正喜欢的品牌吗？从是去年开始，在惠安县成立一个分公司。分公司，我们去年所有一些在服装设备，都是用的你们就是富三的品牌。当时在购买设备的时候，考量的是一个富三品牌在业界口碑不错，很好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性价比也还是比别人还是比较好。再有一个，在实际工人在操作中吧，也还比较平稳呢、啊。做一些就是在噪音方面啊，其他方面都还是比较满意，员工也喜欢。